这个何苏苏竟然如此厉害！陛下，若是真的能够打入刘庆国奸细内部，臣打算将刘庆国奸细全部换成咱们自己的人。上次考试试卷被毁，所以成绩无效。经学堂讨论，正准备重新测验。你找死吗？你修远，你别怕。 你再说一句是什么？我可不怕你！说谁？你再说！我可不怕你！很久了，不存在吗？之前说修缮中元节雕像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激动啊？